诸位同学，大家好。国注第四回，我们学到啊。本经体性啊，163页啊，第一段。讲一切大乘经典皆以实相为体，如何让我们对实相有一个明确的概念，这对我们修行有很大的帮助。我初学佛的时候，张家大师告诉我，从初发心到如来地，秘诀就是看破放下。啊，那我们为什么没看破？对于诸法实相没有概念，真的是迷了。啊，现在我们又学到这一段，我们得把这桩事情搞清楚、搞明白。啊，为什么？明白就看破了，看破自然就会放下。我们的功夫就得力了，往生确实有把握。啊，来佛寺的三个老前辈，两个是出家人，一个是在家人。海贤老和尚的母亲在家人。他没出家啊，三个人都是一句佛号，晚年走得那么自在。我们学佛得用这个做标准啊，我们也有能力像他们一样自在，我们的学佛就成功了。啊，说走就走了，走之前没有任何意向。啊，老母亲往生之前还亲自包饺子啊，供养一家人，大家吃得欢欢喜喜啊。他坐在旁边一个椅子上，双腿一盘，告诉大家我走了，就真走了，在家了啊。三个都是这么自在啊，欲知时知，自在往生。为什么？他彻底放下了，他对于诸法实相搞清楚了，所以他才能彻底放下。
我们今天学的这一段，也得要把什么叫实相搞清楚、搞明白。啊，实相无相，亦无不相。啊，相而无相，这叫实相，事实真相。啊，实相无相是体，实相的离体没有相。啊，我们常说，但是概念模糊不清楚。啊，无相呢，就是我们常常说的，它没有物质现象，它没有精神现象。精神现象就是起心动念啊，他没有这个现象，他也没有自然现象，所以叫他做无相啊。实相就是发心，实相就是自信，实相就是真如，实相也就是本性，这名词很多，都是说一桩事情。啊，从许许多多的名词的时候，我们就能认识实相到底是什么。啊，它没有一切相，但是，这佛法叫真空。体真空，相叫妙有，是真空不空。为什么呢？它遇到缘，它能现象。啊，慧能大师说的，那就是相，五句话就是相，实相就是自性，实相明白的就是明心见性，就这么回事情。啊，实相了解之后。与一切现象不放在心上，也就是说与一切现象当中啊，不起心不动念，那就成佛了。啊，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的菩萨，啊，起心动念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阿罗汉、辟支佛。啊，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全有，叫六道众生，全迷了。啊，阿罗汉、辟支佛，知道少分的实相。知道的 不完全不圆满少分，所以他能放下执着。啊，菩萨知道多分，不但不执着了，分别也没有了，啊，还会起心动念。啊，彻底明了的法身菩萨，不起心不动念。啊，他知道体真空不可得，相妙有假相也不可得，真正知道体相用都不可得，心就定了，不起心不动念。不起心不动念就是自性本定啊。慧能大师说的，何其自信本无动摇。啊，这是自信本定，自信是真心，真心本定。啊，定怎么样？定就是不起心不动念，本定。起心动念定就失掉了，
那就是无明，就是根本烦恼啊，无始无明烦恼啊，念头才动，就现这个相啊，这个相是，这个相是全宇宙。宇宙从哪里来的？在佛法不是说生造的，是因缘不绝，而有无明。这个无明就是阿赖耶，所以从无明现三系，从三系又变现六处。啊，道家讲宇宙的本体，讲太极。后来也有人讲，在太极上面加个无极，从无极而有太极，从太极生两仪，从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，八卦生万物。这道家讲。那也很有道理。道家的始祖太上老君，原始天尊啊，代表的人老子现在网络上有传统文化网，很多人在做啊，有一些文化网里头说的东西说得非常好，啊，我昨天带了几个同学看刘玉丽解释教授他的网站啊，看他讲群书之要，一共有九集，讲得很好，讲得很清楚，很明白，很细致啊，像这个东西都可以把它下载做成光碟，常常看。啊，为什么要常常看？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学习，中年之后才遇到，记忆力比不上年轻时候。年轻时候看一遍两遍，一生都影响，现在不行。四十一岁以后，至少要看十遍，你才会有概念，你才会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境界现前，你才提得起观照功夫。啊，在第一节里头有一段，他讲到中国古代的婚礼，
讲得很清楚。那个婚礼是教育，是人生幸福基本的教育，你要懂得的话，一生幸福。啊，中国古圣先贤老祖宗的智慧、理念、方法、经验太丰富了。啊，带给一个人一生幸福美满的生活。啊，佛陀的教育最重要的是教导我们这一生美满，来生更圆满。佛陀是三世的教育，儒家是一世的教育。啊，儒家临终那么自在走，这个做不到，佛法做得到。啊，走得自在，知道自己到哪里去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佛陀教育告诉你，你生从哪里来的，你死了以后到哪里去，这个教育要不要？去的地方太多太多了。啊，哪个地方最舒适，哪个地方最好，自己可以选择，这就是佛陀的教育。啊，在这一生当中，你要学佛陀教育，你会改变你的人生。啊，真正帮助你离苦得乐，帮助你破迷开悟，转凡为圣。啊，现在有很多人对佛教、佛陀教不知道、不认识，而产生很大的误会。啊，对佛很忌讳，错了。佛这个字是从印度梵文传到中国来的，它什么意思？人家一提它是宗教，它是迷信，全搞错了。它不是宗教，它也不是迷信。啊，这个字的解释，查查佛学字典嘛。啊，翻成中国意思一般翻作觉悟，佛是觉悟，不觉就迷惑颠倒。啊，觉悟里头有两个很要紧的意思。第一个是智慧，第二个是福德。你说你要不要？没有智慧就愚痴，没有福德就贫贱。物质生活贫贱，精神生活贫贱，哪里来的快乐？啊，是学佛学什么？学智慧，学福德。这一生做一个有智慧、有福德的人。啊，有福要有道德，那个福是真的；有福没有道德，那个福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
啊，人怎么可以不要佛呢？不要宗教可以，不能不要佛。佛不是宗教。啊，刘玉丽教授讲得很清楚，要多听听，要多学习。啊，我学佛，跟大家讲过很多次，是跟方东美先生学哲学。啊，他老人家非常难得，哲学概论最后一个单元，佛经哲学，用这个单元来做总结，告诉我，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，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我在这个单元里面搞清楚，搞明白了。啊，我相信老师，我对老师的教诲不怀疑。我完全接受了，啊，以后认识了张家大师，这是一个非常难得、充满智慧、慈悲的长者。啊，我那一年26岁。张家大师65岁，啊，也是祖父辈的人。啊，决定不会欺骗人。我跟他3年，奠定佛法的基础。啊，以后老人圆寂了，他68岁走的，啊，隔了1年，我认识了李炳南老居士，我辞去工作，专心学佛。啊，这张家大师教导我的。我跟李老师10年，啊，连同过去跟张家大师3年，我接受佛陀教育13年。33岁出家，啊，出家就接受白胜老法师聘请，在石浦寺三藏学院担任教师。啊，我记得我第一部教的课程
是内典讲座之研究，这个教材是李炳南老居士编的啊，内容是讲经的规矩，讲经的方法，啊，佛学院有些不少的老师都是教经典啊，你们吸收，然后你们能讲出来教化众生啊，讲出来有一套规矩，有一套方法啊，这是我在佛学院第一个开的课程，这个课程别人没有啊。那么佛学院三年六个学期，我只教了六门课程，我在台中没出家之前住了一年三个月，十五个月，我学了十三部经，很踏实。士气高旺，有成就感，啊，很一天一个月学一部，有成就感。啊，看到佛学院三年六个学期，一部经都不会讲。啊，所以我对佛学院很失望。啊，不如台中李老师的进修班。李老师是你在那住一个月就可以学一部经，住两个月可以学两部经啊，为什么？人家懂得教学方法啊，真正抓到了祖祖相传的技巧，佛门叫善巧方便啊。所以我出家之后感觉到自己学的不足啊，啊，在台中先后一共学了三十多部，都是小部经啊，比较大部的像《金刚经》《普贤行愿品》《地藏经》比较大一点啊，在阿含方等里面抽出来的经典小部的，大概在外面讲了一个星期，也就是七八个小时就讲完了啊，这样的经典有二十多部，所以感觉到一定要学一部大经啊，这才行。我自己选定的《法华经》带了十几种注解到台中啊，向老师要求，老师觉得好，好事情。但是他正在讲楞严啊，刚刚开讲没多久，玄义还没讲完啊，他就劝我学楞严好，
楞严的分量跟法华差不多啊，是一部大经。古人常讲，开智慧的楞严，成佛的法华。啊，他说你学楞严就跟着学。如果学法华，我得另外找时间单独跟你讲。他说你晓得，他实在抽不出时间，这真的不是假的。所以我就改学楞严。啊，他老人家讲一部楞严，我也复讲，复小组也讲了一部，一堂不去。3年呢，他讲经一个星期讲一次，不是天天讲。啊，如果要每天讲，大概一部《楞严经》半年讲完了。啊，所以我这部经。在台中住3年，学得很扎实。啊，那么一切经，找到古人注解，自己拿到手就行了，能看得懂，能讲得清楚，讲得明白。啊，从此而后，我讲经的时间就多了。有一段时间在台北，一个星期讲30多堂课，啊，30多个小时，啊，每一天上午、下午、晚上讲3堂。啊，每一堂课90分钟，那个时候录音，这个录音带盘录音带90分钟，我们就以这个为标准。啊，用录音，用录像，我们是最先开始。啊，因为许多同学们都在国外，我们落下来之后寄给他们。啊，海外各地他们都能听得到。啊，这些基本的概念。我们现在是搞真的，不能搞假的。搞假的对不起自己，搞真的，真的标准就要像海贤老和尚这几个人自在往生。我们什么都不求，只求自在往生。啊，走的时候安详，没有障碍，没有牵挂，啊，也不需要人阻念。啊，阻念的事情是往生以后你们去阻念。啊，绝没有障碍我们往生，这才行啊！啊，这才是个真正念佛往生的人。那么实相。
我们昨天学的念老引用《金刚经》上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这个如来就是自性。你要能见到诸相非相，你就明心见性了。你就真正见到实相了。啊，诸相非相，怎么见的？确实，现代量子力学家，我们对他感恩。他把我们的疑团化解了。所有现象，整个宇宙现象是怎么回事情？啊，佛说非相，佛说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。啊，那科学家今天告诉我们，物质现象这个秘密，宇宙的秘密完全揭穿了。他们了解非常清楚，非常明白。啊，物质是什么？是波动产生的幻象。什么波动？念头。念头我们能有概念，为什么？念头起，念头灭，念头有生灭。我们只知道粗的生灭，细的生灭不知道。啊，所以你看，释迦牟尼佛问弥勒菩萨，说心有所念，凡夫动个念头。啊，起了个念头，这个念头有多少个细念，微细的念头，多少物质现象，有多少个精神现象。啊，我们用这个话来说，大家容易懂。他的原文是问弥勒菩萨，啊，心有所念，即念即相是也。这是经典的原文。啊，问了三桩事情。啊，心有所念，有几个念，有几个相，相是物质现象，色，有几个识。识是受想行识，合起来就是五蕴。那五蕴是什么？五蕴是最微细的念头。啊，最微细的念头，它里面有五种现象，所以叫五蕴，蕴藏在里头。啊，弥勒菩萨回答说一弹指，一弹指时间很短，一弹指有32亿8000年，多少？100个千是10万，32亿乘10万，这就一弹指。有这么多念头，啊，32亿乘10万，
得的数字320兆，我们不知道，我们没有这概念的。啊，320兆个微细念头纠缠在一起，对不对？一弹指的事情纠缠在一起，让我们看到现象。什么现象？整个宇宙。啊，那现在我们科学是用秒做时间单位，一秒钟我们能弹几次？啊，我相信年轻、体力好，啊，弹得快的，至少可以弹5次。有人说可以弹7次。啊，那我是用5次。来说明，那5次就乘5，320兆乘5，1600兆，1秒钟，1秒钟1600兆的生灭，所以佛说相而无相。无相而相，1秒钟1600兆次的生灭，你怎么会知道？而这种事情呢，就在眼前。啊，就在当下了。《金刚经》上说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凡所有相，就是色受想行识，这是宇宙万有的基本现象。啊，整个宇宙都是这一个，我们叫做原始点吧。啊，这一个物质现象组合的，所以叫一合相。啊，一就是这个小点，这是物质的最小的，没有比它更小的了。它不能再分了，它要分就没有了。啊，这科学家找出来的，科学家他叫它做微中子。啊，那么它存在的时间就是一念，一念是1600兆分之1秒，一秒钟有多少个念头，就多少生灭，1600兆次。我们完全不知道。你们查查科学报告，电视的频道显像1秒钟是多少次？啊，从前老式的电影是动画，它的生灭的速度是24分之1秒。也就是1秒钟，它镜头开关24次，开相片照进去就散，关起来就灭了。啊，1秒钟开关24次，就是1秒钟24张幻灯片，在荧光幕上产生的幻象，我们怎么样？我们把它看成是真的。
幻觉，眼睛靠不住啊，眼睛没有看到真相，看到假象了。啊，那24分之1秒，这个幻灯片的，在放映机放映的速度，那叫真相，那是实相。实相你能不能见到？见不到。啊，可以做实验。我们用24张底片，把23张都抹黑，只留一张，让它在放映机里面去放。放的时候看到没有？看到了。看到什么？光一闪，光里头看不到，只看到光一闪。啊，里面是什么？都太快了，完全没有看到东西，只是看到光一闪。啊，那什么？那一张。啊，再加上23张，你才看得出来，就是说，1秒钟，啊，24张，纠缠在一起，在荧幕上看到这些，看清楚了。啊，看到人，啊，看到动作，看到花草树木，看到山河大地。24分之1秒，还在纠缠在一起，单独的看不见。啊，现在把这个速度加到1600兆次。你怎么会知道？整个宇宙这个波动现象就在我们眼前，包括我们的身体也是这样，不，没有例外的。啊，凡所有相，借势虚妄，我们有概念了，有了。啊，确实，包括我们的身体，包括我们所有的活动，啊，科学证明不是假的。啊，这就是皆是虚妄，所以有，有不可得，有是幻有。佛经上讲妙有，妙有什么？非有而有，有而非有。啊，根本得不到。第一个，身体得不到；第二个，念头得不到。你说生不生活？哎，能够思维想象这个生活，这也得不到。为什么？它每一个现象的生命，都是1秒钟的1600兆次。哪一次是你？生灭的频率这么高，它不中断。但是你要晓得，它不是相续。为什么？每一个念头不一样。如果是相续，应该是一样的。一样的怎么样呢？相续的人就不老，长生不老，它一样的嘛。它不一样啊。啊，所以人有年轻到老，每一秒钟都在变，不是变一次，一秒钟变1600兆次，这叫真相啊！整个宇宙如是啊，我们身体不例外啊。啊，你要把这桩事情搞清楚、搞明白，全是假的。啊，整个宇宙是了不可得。啊，所以佛经上有说，古人有说，
万般将不去，唯有业随身。啊，什么都带不走，身体假的，念头假的，没有一样东西你能够控制，没有一样东西你能够得到，全是假的。那佛告诉我们，假的要放下。这假的里头有真的。啊，真的是什么？真的是自信，是本体。啊，真的这个东西呢，假是从真出来的。迷了真，假的就出来。是这么回事情啊，假的知道它是假，它不是真的。那用什么心态对它呢？不起心，不动念，就正确了。这就是佛，这就是化身大师，他们对于全宇宙没有起心动念。这叫求啊，为什么不起心不动念？他知道是假的，知道一切法不可得啊，你得不到，你不能控制，你不能占有，啊，佛菩萨是怎么看待的？佛菩萨完全没有起心动念。啊，假象随缘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啊，不起心不动念，所有一切现象对你没有丝毫干涉。你要起心动念就受到干扰，你不起心不动念不受干扰，所以没有妨碍。真不爱妄，妄也不爱真，真妄同时起来的啊，真是没有起，妄是有起，但是妄怎么样起，怎么样灭啊，起灭没有伤害，对真没有丝毫伤害。啊，没有丝毫障碍。真不障碍妄，妄也不障碍真。啊，真是真空，妄是妙有，幻有。啊，像人做梦。梦中有境界，做梦梦中好像梦是真的，啊，醒来之后，这个梦境再也找不到了，啊，所以佛教导我们，《金刚经》上讲的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啊，叫我们把整个宇宙，把一切万法的活动，要看成梦幻泡影、梦境，它不是人的。啊，梦到天堂，
心是定的，没有受他干扰。梦到地狱，心也是定的，也不受干扰。这是法身菩萨，诸佛如来。在境界里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执着，这菩萨。起心动念再加上分别执着，这是凡夫。为什么？你受干扰了，不是他干扰你，是你接受他的干扰，他没有干扰，你把他看错了，你把他想错了。这种想错看错对自己伤害太大，那叫业，你被他染污了，你被他控制了。这种控制就是六道轮回的出现。六道从哪里？是自己变现的，本来没有，设法界也没有。本来就是一真法界。一真法界是性气，设法界是缘气。缘气阿赖也是根本。性气没有阿赖。性气的根本是自性，真如自性。自性里头没有三种现象。那自性里有没有色相呢？有，不是阿赖耶的相分。极乐世界的十报庄严图就是现起的。我们这个世界娑婆世界，娑婆世界的实现是这个十报庄严图也是现起的，就是华藏世界。华严经讲的华藏世界现起的。设法界呢？设法界有缘起。缘起为时所变。性起只以为性起，没有为时所变，不一样在这个地方。我们能把这个你搞清楚搞明白，有个清清楚楚的概念，要细心观照，见一切人事物，马上就想到这什么现象？1600兆分之1秒的波动的现象，马上就想到，这事实真相，我们就不会执着了，不会有妄想了，清清楚，这叫照见，心念照见五蕴皆空。怎么照的？就这个照的。知道无蕴是1600兆分之1秒在那里生灭，前年灭后年生。一秒钟这么长的时间，1600兆次。一弹指36亿8000年。这叫观照啊，这叫看到真相啊。对这个假象啊，不生贪
贪嗔痴慢疑，啊，一切随缘了，一切得大自在了，走的时候就能自在逍遥的走了，就是这么道理。啊，见宗法门还有个大好处，得到阿弥陀佛威神加持。啊，这个加持不是在临命终时，临命终时当然加持，现在就得到加持。啊，念念，这个念念就是1600兆分之1秒，念念都得阿弥陀佛加持，这人怎么会不开悟呢？极乐世界在哪里？极乐世界在心里，一切法从心想生的，不在外面，啊，外面全是啊，心是极乐世界，外面环境全都是极乐世界。那极乐世界怎么会有这么多众生在造业？迷惑颠倒吧，这糊涂人啊，喝醉了酒发酒疯啊，过一会就好了，他酒醒了就好了，就正常了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所以实相妄想不是万空，也不是断灭，啊，它是一个念头接着一个念头，所以我们若见诸相非相，就见到实相了。啊，见到生灭的速度，前念灭，后念生。啊，这个速度最保守，是1600兆分之1秒。那我们算1秒钟5次，5次弹指，如果是7次，你们再算算看。啊，320兆尘气，320兆尘气，2240兆，还有零头啊，兆。2200兆是吧？2200兆，对呀。啊，这有人说7次，那用7次的话，2200兆。啊，5次是1600兆。这真相。啊，我们常常有这个概念，于一切法了，你就放下了。啊，不放下，就是六道轮回；放下，六道就不见了，就没有了。啊，放下，我们往生得大自在。啊，不放下那很难。啊，助念也很侥幸。因缘殊胜，啊，助念帮助你往生。
啊，但是作孽也会障碍你往生。完全看当时的场面啊，所以印光大师文钞里头也在叮咛嘱咐，作念的时候决定不要去碰往生的人啊，连他的睡的床都不要碰，走路都要有一点距离，不要靠近啊。为什么呢？怕干扰他，他神识要什么有走，干扰他会成灰，那一成灰他就堕地狱去了啊！所以这一点不可以不知道啊，决定不要去探探。哎呀，是不是走头顶上走的，走哪里走的，这个都不好啊，都是干扰往生的人啊。如果他往生断了气了，神识没走，通常断气大概8个小时神识离开啊，也有更迟一点，所以说12个小时14个小时比较安全啊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他断气之后14个小时不能碰他啊，只能用佛号让他听佛号，不要讲开示啊。很多人念一段时间讲一次开示，这都不如法啊。讲开示扰乱他的安定啊，往生从定中走的，不能有念头啊，念头只有一个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没有第二个念头，这就对了。啊，我们在这一生当中看到李老师往生，啊，连有念佛号送他，念多久呢？7期49天，日夜不间断，就一句佛号。啊，无比的殊胜庄严，念佛的人600人，600个座位啊，人念久了念累了离开，旁边看到有个空位置就补一个去啊，站在旁边护持道场也是等空位，有空位就补。大概在台湾没有任何一个人像李老师那么大的福报啊，有600人不间断啊。这是他老人家在台湾38年弘法利生感受的果报啊！
那么这个第二段里头，第一段是大乘经以实相为体，第二段讲实相立言说。怀让大师说：“说思亦无，即不中。”这个你说不出来的。所以说，凡有言说，皆无实矣。真的是说不出来。你要很细心去体会。你要很细心去观察，观什么呢？一切相非相，观察这个，慧能大师的四句偈也可以做观想，观实相。实相本自清净，本不生灭，本自具足，本无动摇，能生万法。这是他见到实相说出来的。任和尚一听就懂，他真的放下了，真的见性了，衣钵就传给他。言说不能说，释迦牟尼佛说了49年，为什么？对上上根人，言说能够引导他悟入。慧能大师听五祖讲《金刚经》，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大彻大悟，引起他。他为什么能够悟入？他用真诚心，用清净心，用恭敬心，这三个心跟真心相应，所以能开悟，能大彻如是。如果有人也是这样的用心，他也会开悟。那么换一句话是，我们从《坛经》里面体会到慧能大师，也就我们平常常常说的，用真诚心对人对物。他第一次有悟处是卖柴的时候，
财卖了，是一家客栈买他的财，啊，他拿了钱出去，在门口窗户铺听到里头有人念经安静，他就站了一下，在窗外听，啊，五十后窗户纸糊的，没有玻璃，他不可以，啊，里面外面看不见，但是里头说话听得到，啊，他在读经，也是念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。等他念完之后，慧能大师敲门进去，问他念什么。啊，他是念经感觉。他把他自己的悟处讲给这个念经的人听。念经人听了之后，感到非常惊讶。这是上上根。啊，他听了能够悟入，啊，所以就劝他到黄梅去拜五祖，跟五祖学习。啊，他说明他家里母亲没办法去，每一天砍柴、卖柴过日子。一天不工作，一天生活就没着落。啊，这个句式很不错，听的人马上就拿了十两银子送给他。啊，在那个时候，十两银子是很大的一个数字，他一年也赚不到。啊，那么找几个居士照顾他的老母亲，啊，让他放心前去，啊，这个事情促成了。这是什么？用真心，平常就要用啊！不是我对佛菩萨用真心，我对人觉得怀疑。就不敢用真心，所以你对佛用的那个真心也不是纯真，里头夹杂着妄念，这人不能欺辱啊！啊，一定要用真心，不要怕吃亏，不要怕上当啊！吃亏上当绝对不是自己，自己展开经卷或者是听讲解有误处啊。有别人没有办法入的境界，你看到了，你听到了，佛法妙就妙在此地。啊，佛法如是，中国这些古籍圣贤人留下的皆如是。啊，所以佛家讲求其义自见，你一看就明白了，一听就觉悟，这位开悟。啊，悟有小悟，有大悟，有大彻大悟。啊，大彻大悟是见性，大悟小悟没见性，但是比一般世间人显得有智慧，显得高明。啊，那么这个地方摄像利益言说，我们初学佛的时候
老师告诉我们听经，要能听出弦外之音啊，这是比喻，弦是弹琴。你听弹琴的音声，你要能够体会到弹琴那个人当时的心情，那你要真会听啊！你只听到琴的音，你不知道弹琴的人他的境界，你算是白听了。那么佛说话，所谓是意在言外呀。你要能听懂啊！啊，《金刚经》上"应无所住而生其心"，从能大师之后，这两句就出名了。大家都会念啊，大家也会听，为什么不能开悟啊？能大师听了开悟，懂得佛说法的意思，啊，别人读《金刚经》，有人读几百遍、几千遍，都不能开悟。为什么？着想啊！着了相，就不叫做经了。跟世间的书籍没有两样，啊，是一种常识。经典不是知识，经典里面有真实智慧。为什么说经的人是从真实智慧里面流露出来的？佛陀化身菩萨了，他们从自信里流出来的真言呢，我们不会听的，把它当作我们六道的语言，所以开不了悟啊！我们对他什么态度？起心动念分别之处啊！那么慧能大师用什么程度？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。他听出弦外之音，啊，弦外之音是实相，是真如。第三段里头，圆觉经说的，住幻灭尽灭，觉心不动。幻灭灭故，非幻不灭。故云：不用求真，唯虚习见。啊，诸幻是什么？凡俗有相，不，皆是虚妄，这就是幻。住幻是不是净灭？它有生有灭，
但是什么决心不同。诸患是从决心生的，从决心生的是兴起的，不是十法界，是十宝庄严土。啊，决心生的，能大师说，何其自信能生万法。啊，那个万法是一真法界，兴起。一念不觉而就无明，无明是阿赖耶，就变成缘起。缘起是一性起，没有性起就没有缘起。啊，缘起是性，这个性起是缘起之所依。啊，也就是说，阿赖耶把一真法界变成了十法界，变成了六道轮回，十它能变，啊，它不能生，它能变，性能生，所以我们看的这个世界是性起跟缘起混合在一起，性起这一份是真的，缘起这一份是假的。啊，性起是体，缘起是相是有。啊，那么在一真法界，像这西方极乐世界。这个世界跟别的世界不一样，不一样在什么地方？他的方便土、同居土也是兴起，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极乐世界有四土之名，全是兴起。跟十方世界完全不一样。啊，全是兴起，兴起是平等的，性里头没分别。性里头没有染污，所以极乐世界是清净世界，凡圣同居土也是净土。啊，不像我们这个地方，凡圣同居土是无著无实。啊，后面第四段，立一切相，即一切法。立故无相，即故无不相，不得以强名实相。所以实相是个名词，是因缘生法，啊，也不是真的。叫他做自性也行，叫他做法性也行，叫他做法身也行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叫他好多个名词，都是一桩事情。这就是叫我们不要执着名字相。啊，
说这么多名词是破离执着名字相，名字是假的，相是假的，不能执着，名也是假的，也不能执着啊，所以懂得这个意思，什么都不能执着。但是净宗什么都不能执着，难，非常非常困难。净宗教我们这个净土，教我们方法，执着阿弥陀佛啊，弥陀人经，弥陀经人讲的，执持名号。所以其他宗派大臣都从空入门啊，净土宗从有入门。从空门入庙，我们空不了，所以难行道。从有入门容易，我们能把握着真心，这叫易行道。啊，日常生活当中尽量学不执着不分别，对我们往生不会有障碍。我们往生没有那么自在，就是有分别有执着。来佛寺这三个老人，他们为什么都能自在？非常明显，他们对一切法不执着不分别。啊，就能走得这么自在。这个世间的人事物，能不管的尽量别管。万缘放下，抓住这一句阿弥陀佛，分秒不舍，这就是来佛寺三老给我们表法的啊，给我们做出念佛的样子，要这样念佛啊，才有他们那样的结果，自在往生。老太太表演的伶俐潇洒，啊，失手都不见了，都找不到了，啊，不许后人呢去纪念他，全是假的嘛。有什么好纪念的？念佛就好了，不要再念别的了。参考资料里头，99页下半段，181条行信，
为不变之心体，即如来藏心，自心清净心。这个里头引用的圆觉起心论啊，法华为师后面还有止观传行法要啊，中国式的语录最近一个时期啊，经常有很多的天灾人祸发生，有很多的人呢遇难。那么大家关心一个问题，就是在超度这些亡灵的时候啊，因为他们很多都是没有学过佛法的，给他们立上牌位，在家里立上牌位，播上这个放上这个播经机，在刚开始的时候，是不是家人可以啊，跟他们做一些开示，就是说你现在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啊，到另外一个维次空间，请你们到家里来念佛，这种开示是不是可以呢？感恩师父。可以。我们用真诚心、清净心、恭敬心对待他们，都会有改变。那他们会得到好处。阿弥陀佛，哎，感恩师父上人，感恩诸位大德同修，那刚刚弟子听完今天师父讲的课呢，有几点感悟，就是第一点呢，就是海贤老和尚，还有海庆老和尚，还有贤公的母亲，我觉得他们都是把这个1600兆分之一秒全部都住在这一句佛号上。所以呢，他们就此生呢就得到了清净平等觉，而且给我们示现的呢，也就是健康和长寿。尤其是贤公呢，112岁呢，无论是体力还是智慧，都胜过常人。那么第二点呢，就是贤公和尚不为这些妄境所动，也就是贤公和尚做到了可以转境界。则形同如来，所以就像老和尚他自己讲的，他什么都知道，只是不说。那第三点呢，就是释迦牟尼佛在阿弥陀经对这个在阿弥陀经中呢告诉我们说，他于五浊恶世行此难信之法，而得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那么在弟子看来，其实世尊也是将这个1600兆分之一秒住在这一句佛号上，也是念佛成佛，才能够返望归真，见到真如实相。那么诸佛如来，所以
处世在这个世界上给我们示现的，无非是令众生开示悟入佛之知见。那释迦牟尼佛既然是念佛成佛，所以贤公和尚他真正也是做到了像世尊这样，将1600兆分之一秒都住在这一句佛号上，才真正是给我们做到了正转。也就是师父为什么常常告诉我们说贤公是无量寿经的一个总结，因为贤公和尚和世尊一样，都是给我们示现的念佛成佛。还有第四点呢，就是刚刚师父上人一直有讲说这个念佛就是助念的，如果能做到自己念佛，尽量就不要助念。那弟子的体会呢，正如就是普贤菩萨曾经发愿说呢，愿他临欲命终时尽除一切诸障碍。那其实作为普通人，真正如果是没有任何信仰的话，临欲命终的时候是一切诸障碍都现前。那也就是说其他的法门又全部都靠自力，这个时候又一切诸障碍现前，又得不到佛力的加持，那可想而知大部分的人都是落到了三恶道里面去。那我想既然是这一生能够接触到净土法门，我们应该升起足够的信心，既然连普贤菩萨都愿他临欲命终时尽除一切诸障碍，那我们更要以此为警戒，向贤公老和尚学习，将自己的生活能够练就到每一秒钟都住在这一句佛号上，然后慢慢把自己的障碍减轻，临欲命终时就是障碍少一点，能够相信阿弥陀佛加持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。好，感恩师父上人。希望上官也给我们大家做最好的榜样。自己做主，自己有这个能力有把握往生，最好不需要助念。那我们知道普天之下有很多的助念团，大家在听到这个教导之后啊，这些助念团他们该做些什么？感恩师父。助念有这个必要啊，自己功夫没有到成熟，没有把握的时候，助念还是有很大起很大的作用啊！不是说我们不要助念啊，那么最好我们自己有把握，走的时候很自在，走了之后让大家再助念啊，这样就很好啊。像李炳南老居士往生之后，你看助念能做到49天，日夜不断，啊，人数是600人，啊，念佛堂摆600个座位，啊，我看了之后非常感动，啊，600个蒲团，啊，不是椅子，啊，日夜不间断，是有很多人都想的。日夜都有人去啊，看到有座位空到的去就补位置啊。49天，感恩老师教诲正门啊，通通都是表法啊，这是师道，孝养父母，奉师师长，最后送老师
这一片诚意啊，念念不忘老师的教诲，这更重要啊。这作念这是行事，真正依教奉行呢，这是实质啊。张家大师所说的佛法重实质，不重形式。不重形式不是说不要形式啊，有形式还是好啊，还是会有影响啊，提起大家的决心啊，我们为自己，还要为正法救助啊，正法救助还是要靠现实啊，所以我们不能够疏忽啊，有轻重差别，重点掌握到了，轻的也不能疏忽，只要是为众生有利，对于正法救助有利，我们都要认真努力的去做。还有六分钟，这个音量是啊，啊，现在可以，现在可以，看一下还有没有人举手。你要知道，他如果看不到那麦克风，啊，有一个，先开界面。师父好，师父好，诸位法师，诸位大德同修，阿弥陀佛。弟子悟圣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师父上人，也就是弥勒菩萨有讲到，一坛子有32亿百千念。那这个32亿百千念，32，它是确确实实有这个数字，还只是表法而已？像无量寿经里面有用这个1、10、19、21，还有7这些数字。那么这些数字呢，都是代表圆满的。那悟圣有看到科注在。科注的150页的第6行，就引用华严经里面的一句话，也就是第4个字开始，以10种无量无数因缘。那么这个10种，相信悟圣的这个理解呢，是代表大圆满。
因为华严经里面有很多这个十，所以悟生不晓得这个弥勒菩萨所讲的三十二亿百千念，那个三十二到底是代表圆满呢，无量无边呢，还是代表确确实实的一个数字？请师父上人开示，谢谢阿弥陀佛。这些疑问呢，我们都存在了很久的时间，一直到我们看到科学报告，我们才真正佩服诸佛菩萨他们的神通妙用啊。那么佛常说这个事，像这些事情要八地以上才能见到啊，八地是圆教，距离妙觉的果位很近啊，也就是说宇宙的奥秘，宇宙的真相，八地以上五个位次，八地、九地、十地等觉妙觉，他们完全看到。那么七地以前还没有自己真正看到啊，科学家今天所看到的是依靠精密的仪器啊，我们在科学报告上看到最先进的科学仪器能够捕捉到1000兆分之1秒啊，如果没有这个仪器的话，没有人有能力看到啊。就80年前科学家发现原子，认为原子是最小的物质啊。那么最近80年之间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啊，居在从前不敢想象，居然能够有能力掌握到1000兆分之1秒啊。所以我们看到科学这个报告，我们相信世尊跟弥勒菩萨对话说的这个数字是真的，是可靠的啊。这也就说明为什么佛经上常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，每一个念头每一个现象都不是完全一样的啊，所以是大同小异小同大异啊。如果它都是一样的，那就是相续相啊，经常也告诉我们是相似相续，这说得非常之好，相似相续啊。楞伽经里头也他讲的这个问题啊，我们常常有这个观念，对于眼前的现象就能放下，就不会执着啊，这个对我们有很多的好处啊，让我们真正放下万缘，真正了解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。这一句话真正的意义参照科学报告我们体会到了啊，没有科学报告这个疑问我们总是在心上，只要有疑问都会有障碍，甚至于临终的时候障碍往生啊。所以断疑生信比什么都重要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好。